最近新来的，我发现捧得特别好，他是我一朋友，跟我的挚友，我们俩那关系非同小可，叫李立山，是部队的。这李立山先生过去给牛群捧，牛群要没有李立山，牛群嘛都不是。我这样说，当然这么说，李立山太好了，收成德义弟子这陈硕，王子健呢，得了德义担当。我今天跟人说什么呀？你蒙我，你没听过，我没听过，真没听过，叫人民艺术家，不让我呀，写完了。谢谢您，哎，来了这么些人，真不少，那空着四个，多您啊，哎，要是说就没来的话，后头坐加座您就坐没关系，哎，没错，真的，现在就过来，快，有没有人？真的站起来，有没有人？坐下，看谁牛快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开个玩笑，还真有人，开个玩笑，头头主要这椅子有一靠背儿。哎，一般腰不好的都坐有靠背儿。哎，哎，回去吧，我都跑您的呢。这个谢谢各位吧。哎，谢谢大家。怎么说呀？嗯，特别的感谢大伙儿。嗯，前两天天挺冷的，哎，也是满。这两天天回暖了呢，嗯，还是来那么些人，也特别高兴，多捧。嗯，哎，因为我们这个呀，每礼拜就这么一场。对，指您这票钱活着。您真说有一天不来了，我那宝马哪天才能买上啊？是吧？我为了买宝马，已经把后台的工资扣得不能再扣。后来我这么琢磨，这钱不是这么省出来的，可不是，省着省着窟窿等着，嗯，钱还是得挣出来。哎，但是您别看扣钱扣成这样，嗯，这帮人已经也吃不上什么了。来，说实话，后台呢还愿意在后台。那叫什么？吃饱了不饿，腿肚子朝西。哎，没事坐一块儿吹个小小的牛，那什么还吹呢？哎，一块儿一块儿吹个那个什么，天天小丁。嗯，今儿我吃了一只鸡，哇，吃了一只鸡。第二天我吃了两只鸡，哇，后来问怎么回事，吃了俩鸡蛋。哎，俩鸡蛋，鸡蛋，鸡就是鸡蛋里孵出来的呀。哎，哦，这个、俩鸡蛋，告诉人吃两只鸡啊，吹。徐强不干了，嗯，徐强怎么两只鸡算什么？哎，我今天吃了十五条鱼，十五条鱼，一口鱼子，嗯，一口鱼子，我吃了十五条鱼，听你。哎，他过来，我今天吃了，数不过来多少人。后台对词有这个吗？多少这人单？你把这单字带上。那我说完人，你给我推出去。我好面，我吃那么多人单干什么？对，因为吃了人恶心。还为什么说什么？开个玩笑，不脏不臭，很高雅。哎，对的怎么不会？你想错了，是你的问题。说的，您就没往正了说，知道吗？很坦荡，我怎么呀？我是一直坦坦荡荡的人呢。就你啊？甭管谁来了，跟我这儿跟我聊天都是好话。哎，这倒对吧？从来没有说挤的人家没有，干嘛老挤人家？可不是，是不是没有过？对吧？从来都不这样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前两天我一哥们儿啊，前两位哥们儿就是一直人生不顺利，怎么呢？这人怎么着呢？嗯、就是上小学呀 啊，小学让人强拆了，啊，学校都给拆了。哎，小学没毕业强拆了。哎，上了中学，哎，中学让一大学校吞并。上了高中，高中上了高三，改了职高了，又给没了。然后弄一大学，上了一民办野鸡大学，哇！大学上一半吊销执照，听听，非常非常难的呀。弄了一毕业证，参加工作吧，不错呀、啊。第一年上一公司、嗯，那公司第一年黄了，第二年去一公司，整个行业都倒塌了，我整个一丧彪啊，这是。第三年说我去国企行不行？哎呦，真不容易，书记双规了。喂，啊，
就这一路啊，毕业之这一生就没顺利过，赶紧富士康应聘去了。后来、啊。直接跳了。后来他就找我说自荐，你说你说相声，说相声也好，聊那么些人乐，你看我这情况，你怎么能让我告你就劝劝我行不行？太痛苦了，那么些年哥们儿，我劝劝他，劝劝他。我说你啊不行，那你考虑入党吧。别我跟台上我就宣布退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惹不起这祸，我跟你说。说怎么逮什么说什么去？你看，没听清。不是黄色反动，你这没听。哪有黄色？哪有反动啊？你这装傻吗？这不是谁？我劝他入党，有了自己人生目标的寄托，受党重新教育一下，也许就改运就好了呢。你们信吗？这个？难道说我党在你心目中就不是？是这意思，我没听明白。现在我讨厌你，扣我这儿来了。你后台唯一的曲艺家协会会员，我简直了，常规的是。讨厌，觉悟太低。反正后来说来说去，我得劝人家。不管怎么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把身体弄坏。哎，对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，这是好话，对不对？你该吃吃，该怎么怎么着，平时锻炼个身体去。对对对，反正也没钱，买不起自行车，你走着，对吧？哎，你锻炼锻炼身体，弄一好体格，真的是啊。再也劝在座各位啊，嗯，少吃肉，多吃菜。哎，怎么兔子怎么吃，咱们怎么吃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吃的眼睛红了，你就算得了道。这是好话，是你万一再吃成兔唇了，还有人给你立基金呢。别别，我全想起来了，是吗？不是说这意思啊，我怎么劝大家呢？平时善待自己的身体，哎，这是身体健康很重要，非常。就这么一打眼，身体不健康的多了去了啊，看对不对？首先来讲，有肥胖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你。下回我爱往后坐。小胖，哎，小胖这肥，那看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不是，您买个什么劲呢？肥胖的，就这两位不是不愿意坐二楼，我真不卖给他们。不是我修的，哎，砸死哪位也不合适。不够护栏钱，咱说这意思吧。是是，你看你坐第一排，你得找我说呢。身体肥胖不好啊。一般来讲，人的身材啊是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哎，对，讲究匀称。拿我来讲啊，身材，魔鬼的身材。没事，我自己跟家照镜子，哎，看得我脸红心绿。不是，您家里那是哈哈镜吗？哈哈镜，我有什么可心跳的？不是，就您这哎，魔鬼身材，魔鬼我不抬杠，身材不是。哎呀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身材好与不好是你说了算吗？那是你说了算，不是？我就说这意思。还是对对呀？怎么了？当初我们在美院的时候，在医学院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学过的，学过。当然了，人的身材比例有一个黄金分隔线。黄金分隔线，对，什么意思？说你的肚脐眼儿，肚脐眼儿，肚脐眼儿，哎，这叫1:0.618的比例，人的身材是最好。怎么比出来的？你看，就是从脚啊到肚脐眼儿啊，这是一，这是一，从这儿到脑顶0.618，这样人好看。哦，这身材匀称是吧？哎，这人身材匀称。您我就黄金分割线，您就是这黄金分割线。那当然，1:0.618黄金。知道这是谁提出的吗？谁提出来的？达芬奇先生提的。哎呦，那大艺术家。达芬奇，达老先生是吧？前清的时候，我准备清一下。你听那名字是奇人的。行。达芬奇就是奇人呢，都死好几百年了，那哪儿的？意大利，西方的，西方的，哎，对对对，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，哇，这都是有用刀的双刀。双刀，别，您没问，这不是跟斯普林的老师问，知道吗？你少提这，怎么串出那动画片都出来了？达芬奇吗？啊，对，达芬奇密码，这是达芬奇密码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电影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个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是，就是您这身材就是那1:0.618一样，我跟是吧？哎，1:0几，那您受累，您看看我。
我这肚脐眼这黄金拉的怎么样？我这线拉的，我这怎么样？肚脐眼呀？我呀？你呀？啊，我这非说嘛？不是，这什么话？您说呀？找个好孩子。喂，这干嘛？您实话实说，没当那么些人。什么叫当那么些人？这有缺点错误，您直接说了。非得说吗？啊，我这比例怎么样？就您这个身材的比例啊，这比例，直接就是一部电影，《美丽人生》不是《异形》二。我招你惹你了？不是异形完了，我还二？废话，本身长这样就异形，非得问说呀说呀，这不是二吗？说我身材不好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我们都是1:0.618。对呀、啊，好，您这个16:9。谁干的？对不起，你这怎么弄啊？不是，什么话呀、啊？肚脐眼都跟裤裆里藏着的人，你怎么好意思的让我跟你说一说？您就说我身材不好，身材根本没法要，是吧？根本就没法要，还得说咱们这身材好。像我这就你这种身材啊，像我们这个专业人士见着大马上碰见你啊，如果说我们要是不脆你的话啊，说明我们渴。你滚吧滚！招你惹你了？我身材不好吗？真是这不入我们专业人士的法眼，敲不了这。这是哎，我说那你这不行，你不行，你梦工厂报道去。对吧？快公司马上拍三了。你试试，这是什么？这张嘴闭嘴，这专业人士，专业人士不是？您都干什么行业的呀？这是这瞧不出来吗？瞧不出来，1:0.618看不出来。日王说看不出来，你这太讨厌。仔细仔，你看你视力有问题吗？没有啊，挺好的。那就是智力问题呗。不是，怎么就怎么说半天？刚告诉你了，美院的我是拍片的。你们家美院拍片的，美院拍的那个片儿，它没有生活，你不见拍。咱们说，我是干的，我是美术工作者。不是美术工作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身材这比例，美术工作明白了，明白。哎，美院。对对对，一听就大教室，他对呀、啊，同学们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是，您扫拿眼睛一戳，别嘴一站，反正也不少挣，反正是吧？他0.618的花去呗，别着点，别都露出来。对，不是我跟你不一样，不是怎么的？你那是能别住是吧？我那别不住。什么呀？我这么大艺术家，我光是演个当模特去了。不是您不是人体艺术吗？我才慢 model 呢！你这是什么 model？ 什么谁？我什么我就裸体模特了？您说美院这身材没？我是也用模特，但是我不是。您是？我不是模，我是搞雕塑，哦、雕塑的雕塑艺术家。人民雕塑艺术家，哎呦，现在研究这绝户东西可不多了。什么就雕塑就绝户东西？不是，我雕完了以后不生孩子怎么着？不是，多少年没听说过哪位雕塑家？你说这大伙儿都知道，你说美术家、书法家，谁都能说出三五个，对吧？雕塑家，你说这一般人想不起来，这也是，是吧？这也不怨您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呀，从业人员还是很多的啊，挺多的。但是说真正成名成万的事儿，哦，默默无闻的多，对，谁也说不出几个来，是吧？这东西确实不知名的多，这是默默的奉献，是吧？哎，对，默默。但是其实啊，大伙儿想想，这个雕塑艺术其实是很高雅，对对，对吧？很多大伙儿都了解，刚才说了啊，什么米开朗基罗，哎，对，是吧？什么马约尔，对，什么这什么罗丹啊，叫什么？这些都是大艺术家，没错。其实我们应该去没事多学习。哎，你瞧，你瞧，哥们，你瞧，瞧什么呀？刚才我看你这卡一脸的囊块，我以为啊，你脸往这儿拍干什么？说的跟声不搭的，你这个，你这不是后龙的吗？这有龙这儿有龙肚子了呗，吃饱撑的有龙肚子。没辙，自体脂肪移植啊，从脸上抽下来扔了，怪可惜，得了扎肚子里吧。不是吃饱撑的吗？对，说你脸的时候不拍着肚子，说对你脸不尊重。不是，就我以为一脸囊块，他什么不懂呢？是感情。
南北人是吧？你瞧还能说出几个来啊？哎，是是是，了解了，还真能说出几个来。啊、这样，我刚才对您态度真挺不好。哎，挺不好。这样吧，啊，您郑重向我道个歉吧。我拿谁跟谁道歉？没良子。什么叫没良？您跟我道歉，怎么我跟您道歉？我这么一激动，我让您，我跟您得道歉啊，是吧？您这么一说那么些大师说出来啊，啊，虽然说我跟他们不大一样，啊，但是说完了我心里很暖，哎，真的，良言一句啊，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是吧？你这一句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，不是吧？哎，真的，我知道。哎，别行，别美了，我们有点没听明白。说刚才不都是搞雕塑的吗？都是，怎么跟那些大师又不是一类，不一样？怎么你？你看，你是说相声的不是？啊，是啊，你跟侯宝林比得了吗？哎呦，那差太多了，哪能相比？你跟刘宝瑞比得了吗？不，这还是你跟常宝华比得了？不，您别往下比。还是的，再往下也没谁了。我家，这，我放。说这意思吧，啊，说这意思，我不能没事，你拿我跟米开朗基罗、哦、达芬奇他们搁一块比，我哪儿高啊？人这是谦虚，对，不一样，而且我们工作确实也是实质上的工作是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你看他们都是高雅的那种雕塑，对啊，对吧？高雅的雕塑，啊、他们那些都是面对殿堂的，哦，高级的。哎，比如说他们雕的那些作品，嗯，皇宫里头啊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古代的这个城堡里头，哎，对对，都在那里。哎，什么教堂里头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哎，包括卢浮宫，哎，对对，是吧？卢浮宫、嗯、这个什么这个大不列颠博物馆，没错，都在里边呢，都在那里头啊、哦。我不是那么，我是他们属于阳春白雪的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是属于下里巴人的。哦，您是为大众服务，我是为人民服务，人民雕塑艺术家。哎呦喂，我为人民做雕塑，那您更值得我们尊敬了。这说的真的，一句话说的我心里暖，一是吧，嘴里都是天堂。哎呦，我瞧您说的这个，说的我这么高兴，高兴是吧？因为像您这么理解我们的人少了，是吧？因为您像我们干这个雕塑工作呀，啊，受尽了白眼儿啊，没有人看得起你，怎么呢？尤其好多那家长教育孩子，你好好学，不好好上学，以后长大给人做雕塑去。对，哪有这么混蛋的家长啊？哎，恶语伤人。这什么家长？这太没文化了！真的，我心里很……今天碰见您，我算碰见明白人了，是吧？为人民做雕塑怎么了？这光荣啊！为人民做雕塑，我怎么就不能挺直了腰杆跟人说？您放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支持您，您放心，支持我吗？没错，没错。您就说您那个什么，这工作室叫什么呀？这在哪儿吧？在什么地方是吧？哎、对，在哪个艺术区？不在卫戍区啊，我们啊不是这个军队文工团的啊，不，当然干部战士来了活，我们该给人交给人交。不不不，但是说不在卫戍区。您听错了，什么卫戍区？艺术区，七九八，环铁、宋庄，就这叫艺术区啊？白说说半天，白说了。哎，刚才挺明白的，这会儿怎么净说这个胡话呀、啊？不是怎么了吗？你七九八，你都甭说宋庄，胡老远的啊！五楼这儿有一住平房老百姓啊，想自己弄一雕塑啊，上七九八够车钱不够？哇、哦，太远了。还是的，那您这平时我是人民雕塑艺术家啊？怎么呢？我得深入人民呢。哦，我得在大伙儿旁边啊。哦，这在哪儿？哪儿都有啊，哪儿都有。街边儿啊，街边儿，店面，工作室就跟那个里头啊，弄得很时尚的那种，很温馨，暖灯的灯光。进去以后，各种雕塑的仪器，各种摆好的工作台。人进来以后，漂亮亮，有落地的植物，哎，滴水观音、富贵竹都摆好。人进来，感觉到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宾至如归啊，玩烧了是怎么着？都出殡了这个？应该呢。宾至如归啊，宾至如归啊，让人感觉很好，就是深入人民群众，一点没有架子，不是搞宣传，我是艺术，跟老百姓我说话。哎，你说知道吧？我这路边我老逛，我怎么没瞧见过有开这店？您是不留心这，是吧？哎，不是，那哪天假如我这找您去，啊、求您给我做一个雕塑作品，您欢迎吗？好啊，欢迎啊，真的，那能不欢迎吗？谁去我们都欢迎啊。那太好了，这个是。哎，那我那个我先问一下啊，啊，这个您别见怪啊，啊，这个贵不贵？因为雕塑它艺术作品，我们这工薪阶层，你说到时候这价它上去，我的哪能让人贵这？不是，不是，什么叫贵？我说这价格便宜贵，哎，太贵，我买不起。不是，您说这个就是人民雕塑艺术家啊？干嘛跟老百姓多要钱？我是人民艺术家，记住了，是，不是人民公仆啊，知道吗？
咱别顺着茬说了啊，就便宜呗，就是不谁都消费得起，是吧？跟老百姓多要钱，哦、那您这就是要个工钱，是吧？多少钱、啊？就要个工钱，这基本上一般的交付吧。啊，这个数，三万，干嘛？三万。三万，谁花三万块钱给自己做？老百姓，你们有花三万块钱给自己做雕塑的没有？这不是疯了心了吗？三万谁去？不是，那这多少钱呢？39，三十九一位，哎，三十九一位雕塑，这么便宜啊？这是便宜的价儿、哦，也有贵的是吧？贵，但是顶天顶啊啊，399就到头了。哎，你来399这档雕塑，你就什么好东西都能用上了，不是什么料都给你使。这最贵的还不到400块钱啊！不是您这买卖不得赔死啊？我说，我干嘛赔死啊？不是那么大一店面啊啊！您这最便宜的30多块钱40多块钱，怎么了？这一个雕塑好少说啊，咱们这一个礼拜、俩礼拜、几个月、一年，您这搭进去，您这等干俩月，您都成雕塑了。怎么说话呢？不是什么，我头回我干那么些年雕，我头回有什么雕塑还得几年，还都这样了。人家那大雕塑，城市广场，你说那是大雕塑，大老百姓谁雕起大雕塑？啊、好家伙，今天去一人啊，麻烦您给我雕一2米的，搁哪儿？哦，也是。老百姓家房子有1平米是多余的吗？哦，好，你弄一雕塑，好几米高的往自己家一搁，占2平米，这2平米10万块钱，知道吗？纪念馆了，这是。你这人这不是有病吗？哦，小雕塑啊、哦，这小雕塑是吧？那是怎么着？论尺啊，是怎么着？大概1尺量。别说外行话了啊！这事儿其实不赖您。怎么？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自己的黑话。什么叫黑话？对吧？每行业术语不一样 啊。我们行业，你比如说吧，啊，我们。不论尺，论什么呀？你像这个，比如说钻石行业啊，怎么着？人家一颗钻石，连体积带重量搁一块儿，人家叫克拉。哎，对，专业术语，克拉，人是克拉。对，做黄金的，没有上秤腰，说是什么几斤几两，没有，没有，盎司，盎司，英文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你像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论尺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有自己单独一套啊，为这个雕塑雕号的体系。哦，那您这体系怎么论的呢？体系那看客人。看，因为非常复杂，很麻烦的一个体系，是吗？客人一般女客人呀，女客人是从34号到38号做，34号到38号，哎，做这雕塑啊，雕塑，哎，男客人呢40号到45号之间，你要来个外国人号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但是不多，跟人收钱，不是号大啊，这就是论号是吗？对，论号，那没多大了，也就是是吧？对，就是非常，你看比如36号了吧，这么大。就这么大呀？对，算40号了，这么大，差不多。哦，那几天就取活了呗，就完了吧？几天干嘛呀？快了，这么点呢？几天不行，现在讲究什么？讲究消费体验。消费人上我们这儿求雕塑来了，人家就过消费了，你得让人体验雕塑的过程，还得看。那当然，你得让人瞧着就给人雕好了，还得瞧着雕，眼瞧着就雕好了。不是，那你这不行，人出去转悠，等待会儿回来看不行、啊。那不行，你作品他就得瞧着雕，谁都过来瞧着雕，是吧？这跟那儿雕的时候，他就得眼瞧着你。不是，您这立等可取，让人站那儿，您那儿雕，人家客人在那儿等着，好家伙，等死行。你看报社的学死行，立等可取就立着等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说这么一个意思，立等可取，你这让人舒服点啊。舒服点怎么坐着？躺着呀，躺着，他躺那儿，你跟他底下那儿雕，他能瞧着你啊？可以看得见，雕跟那儿瞧，不是有乐意瞧你瞧，不乐意瞧弄一热手就忽然闷一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您这脏不脏啊？人那儿躺着，你们那屋里，您这抱土狼烟呱呱给人那儿雕，你再弄人一身泥，哪有一身泥？不给人弄一身泥，怎么你能不明白？人家不明有没有泥啊？得看他带的原材料什么样。他带原材料啊？是啊，有的这个原材料他保养的好啊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呢啊。他有的这个原材料他要保养的不好呢，有的上头就是有的是有泥，哎，甚至有的有异味儿。哎，这个咱们都给人洗干净了再浇。我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。这个原材料是人家客人自己带来的，自己带来的，那必须得是一对儿一对儿的。
对，对吧？对，一对，但是有事只带一个来的。对，这个你反而得给人照顾好了。哎，对，是不是来留搀着人家躺好？哎，要不然摔呢，一个也给人好好雕，是不是？雕完了以后，但是不打折了，这就对，一位39就这价。哎，是吧？不是。我明白了啊，许还有没明白的，您能不能明白？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艰苦的艺术创作过程，全方位的给我们来宾呈现一下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太费劲，太难了，我怕这还听不懂吗？是吧？就这么跟你说啊，哎，您说，我们那店面大概早晨起来10点多钟下班啊，对，开张就营业，哎，10点多钟就开张营业，对，哎，有这个呢，艺术爱好者，啊，走到门口里一看，嚯，这儿能做雕塑，哦，我进去，我今天雕一个去吧，雕，抬腿奔里走，立刻得有迎宾的上来，哎，再给他换衣服，啊，还换衣服，拿着衣服，他的包给他存在柜子里，哎，弄一手牌那厚皮筋儿，哎。这胳膊上，哎，是，哎，这样以后进去呢，让人家躺在我们的这个创作台上，哦，创作台里去啊，台上啊，雕塑台啊，哎，必须让人躺得舒舒服服。哦，你得问您，先生，你是看着呀，你还是睡会儿啊？哎，说看着就让人看着，哎，睡会儿，弄一热毛巾敷脸上，哎，多讲理，跟那儿闷一觉，哎，对吧？这会儿呢，得小心翼翼的呀，怎么着？把人带的原材料呢，从人那个船囊里头啊。还船囊，对，有一小船形的那名囊啊，囊，哎，从这里头给人拿出来，啊，哎，这个现在基本是皮的吧？哎，对，皮囊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哎，对，皮囊多了，提高了，哎，有系绳的呀，哎，对，哎，有直接奔里就飞的呀，哎，对，都有，嗯，还有这个呢，就是就比如喜欢运动的人吧，啊，还是胶皮的，哎，对，胶皮橡胶的囊，哎，对，还有这老派一点人呢，嗯，布囊，对，夏天有时候还有塑料囊。对吧？对，哎，太对了，这就算猜着了，太对了，哎，给人把这个原材料从囊里拿出来，搁在眼前，哎，搁在眼前，你这么一看，嗯，有包装纸，还包装纸，有包装纸，哎，基本上是棉的，哎，棉的，哎，给人吞下来，这个现在当然也有人用那个尼龙的，啊，尼龙的异味大，对，哎呀。包装纸拿下来，对，你要来个女客人呢，啊，是丝质的，哎，对，弄好了，我有生活，有时候呢，还有不用包装纸，直接塞囊里带着的，不讲究人也有，哎，对，不讲究人也有，哎，反正都弄好了吧，弄好了以后呢，嗯，你先得就给人家把这个原材料清理一下，啊，哦，还给清理一下，啊，拿一毛巾，嚯，哎，蘸着热水。弄好了，呵，都弄好了，嗯，哎，跟人商量，好范儿，哎，先生，您是怎么得跟这个客人做一沟通，啊？哦，还有沟通。您看，您是雕一个什么风格的？哦，还有风格，雕一个什么风格？还有风格。哎，您看您有什么需求？您告诉我。哦，啊，您是最近您是有点身体疲惫啊？啊，是有点这个虚火旺啊？哦，呵，您还是有一点这个肠胃不调啊？啊，您还是有点寂寞难熬啊？喂。寂寞难熬啊！您那还有女雕塑家？哎，对，有什么？哎，不分贵贱。哎呦，这买卖早晚得疯了啊！问清楚了，哎，好，对症下药啊！好啊，哎，好，给人按照人家需求给人雕。对，您这个情况啊，我给您推荐一种雕刻手法吧。哦，还有手法？哎，您看，这样咱来一个泰式的，好，还有泰式的，泰式的，要不然呢，您泰式不行，咱来藏式的。嚯，行，中国古法的也行。好，全有，好不好？咱来商量好了，商量好了，给人雕，嚯，给人雕塑，哎，全在这么些年在美院、在医院学的这个手劲儿上，手劲儿，哎，手给人。这手法很重要啊，是吧？给人雕，哎，你得由浅及深的，哇，哎，从轻到重，哎呦，哎，找准穴位的给人雕这，哎呀，因为雕塑穴位很重要嘛，哦，好，给人雕，哎呀，雕塑带穴位，哥，你看，就这么慢慢，哎，就这么使劲啊，创作作品，哎呦，这个客人一看怎么样？我们这个雕塑师这么卖力气啊，这么专业的给他做雕塑，怎么着？没有不张嘴夸我们？怎么夸您啊？呵。
啊，这还头一回来啊，还不适应呢，还忙忙碌碌两个多钟头啊，哎呀，满身的大汗，嗯，给人家雕塑作品雕完了之后，怎么样？打过一盆清水来，哎，给人这个作品洗得干干净净，套回包装纸，哎，搁回那个船囊里，哎，对，人系好这个囊带，哎，客人起来蹦跶蹦跶，嚯，还蹦跶，哎，往外就走，啊，我们恭恭敬敬目送人出去，下一位雕塑。他妈足疗着，怎么别往脸上贴金了？就我这个范儿，怎么就是足疗？您让大伙儿看，这怎么就不是足疗的？这个，这不就是足疗的吗？就别关这盆水了，放着。这，您换一条吧啊！讨厌我，跟你这人没。快点换。脏不脏？这刚擦完脚的，这怎么就足疗了？怎么就是足疗吗？你听我们那工作室的名字，它也不是足疗。您这还有工作室还有名字？当然，工作室得有个名字。什么名字？我们工作室的名字是来源于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宗旨。啊，还有宗旨？当然了，我们有一个史训，还有史训，工作室的史训的史训。学校有校训啊，校训。我们有史训的啊，工作室的史训。我们这个史训啊，叫做良心品质。造福桑梓，这叫良子，这不还是捏脚的吗？这不就，这良子都知道吗？这怎么就捏脚了？废话，怎么就捏脚了？那良子，我们雕塑，我们什么雕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没瞧见过，我你没上我们那儿做过雕塑吧？没有，没做，那是你怎么呢？你没去过，你就这么说，去过人都不这么说，去过都知道我们做雕塑的是吧？我们那儿去的都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白领阶级啊，对，金领层次，哎，对，去是不是什么老板啊？对，货郎，哎，司机，嗯，体育健将，对，体育健将，对，体育健将啊，练足球的，练长跑的，哎，对，这废脚啊，这都爱去啊。什么叫废脚啊？是都挠脚丫子。问问你知道有一个足球名将哪位？足球名宿谭望松，听说过吗？我知道啊，那脚就是我们处理过的，是吧？出去就那个是吧？很直啊，是很直的，那脚法好啊，那对呀，这是您那捏出来的。当然了，这家伙我雕的呀，我雕的，雕塑的呀，是什么呀？好家伙的，这个后来有一体育练田径的，还有练田径的刘翔。哎呦，那中国飞人啊，这是刘翔知道不知道？太知道了。刘翔那会儿2008年退赛的时候，哎，对对，奥运会一瘸一拐的走家去了。哎，这毛病都在脚上。哎呦，心里话说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这脚治不好，我废了。是啊，我找人给我瞧瞧吧。瞧瞧吧。后来一听说北京，大雕塑家，王芷健，我，哎，找他给我弄这脚，我这给我雕一下，我就好。啊，不，这等会儿，这刘翔是刘刘啊，这个。怎么会有刘刘？东北话说王芷健呢，是不是？王自健呢？王芷健呢？没弄明白什么？这是我的艺名。您还有艺名？艺术家得有艺名啊？怎么意思？王芷健说的是啊，王自健啊，执法如神，祝您健康，王芷健。怎么还是他妈揉脚的吗？这个执法如神呢？这个执法如神呢？啊，这手指的指啊，您手指好。对，手指好，吸水，拉屁股是吧？那个什么手指啊？这厕所这手指，嗨，你拿这擦屁股？不是，说清楚。好家伙，拿这擦屁股，你又靠啃个手。不是，指甲缝里剩点东西处理不掉。不是，对，你怎么弄的？不是恶心不恶心？您就说，您这指法好不就完了吗？指法好，哎，这还是揉脚的。哎，我这个刘翔上我们这儿来了。哎呦嚯，上我们这儿来了，整赶我们那儿做改革。啊，改革。正在我们那儿做改革，做什么改革？我提议啊，我认为咱们现在雕塑的这个方法呀，太牵强了，太牵强了，太落伍了，落伍了。咱们应该加入一些时尚的元素，加什么呀？比如说加一些工具，什么工具呢？加个刻刀多好呢？刻，哎，刻刀，对，这足疗加上修脚，它买卖就大了，是这意思吧？什么叫修脚啊？这不加上刀吗？刻刀，万一他那个雕塑品上有那个硬块，你得给它拐下去呀、啊，就还挖鸡眼的吗？这不就是？一块儿去拐这呀，这雕塑，这都什么雕塑啊？哎，好，这刘翔找我们来了。哎呦，找我们来，刚刚重新装修好的。对，进来一进来，先看见了，看见刘翔进来了啊！经理赶紧迎上去了，赶紧的吧。哎呦，刘大伯您来了，是是是，您里边请吧，里边来了。怎么个意思？嗯，刘翔，您看我这是这么来的。哎，哎呀，伤得不轻，希望我走的时候我腿能好。哎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没问题，包您满意，包您满意。上里头叫技师去了，还有技师，哎，叫我们这艺术家去了，哎，艺术家，我们正正。说漏了，技师说，我就知道他
咱瞒不住，技术大师，技术大师，讨厌，我们这帮技艺，啊，那女雕塑家又出来了是吧？艺术家，还艺术家，艺术家，我们这都说了，我们正跟工作台上那躺上正冲盹呢。不是，你瞧这什么艺术家啊？都躺台上冲盹，雕累了吗？哎呦，雕累了啊！经理过来，孩子起来起来，来活来活。哎呦，这起来怎么回事？谁来了？哎呦，刘翔来。哎呀，刘翔，这好好给人服务，赶紧的吧，这好好服务吧。来，请。哎 ，VIP 厅，肯定的 ，VIP 工作室，好地儿。到那儿去之后 ，VIP 工作室这个工作台呀、啊，这雕塑台呀、啊，纯皮的了，嘿，好了，纯皮的。哎呦，刘翔奔这工作台上这么一躺，哎，这边是电视，嗯，这儿有这花生，哎，台儿，冷饮、啤酒全有，哎，来吧，嗯，这过去问问、刘先生，您是怎么意思？怎么意思？我怎么着，治好了就行，哎。知道吧？怎么雕都合适。哎，是怎么发挥创意？怎么创作你们的事儿？哎，对，那我就要疗效。哎，对，是，知道吧？行，来，那咱来个系列的吧。还系列？所有人来，一块儿来啊！这个就那么两只脚一块摁的过来吗？是，那怎么意思？还是的，就过来有一个一个给他试，一个一个试。哎，先从来了一个扬州的艺术家。哦，哎，南方的，讲的这。哎，扬州的艺术家。哎，扬州出这个。哎，先过来，先给刘翔试试。哎，对。哎，就这么一使劲，刘翔。哎，麻呢？怎么呢？你怎么一点创作激情都没有啊？啊，这手劲儿小了，这个啊，手劲儿小了。嗯，算，给您换一非洲风格的吧。非洲风格，来，黑德哥，不货，老黑，我来过去一下，刘翔，哎，让你给我雕，没让你给我掰，知道吗？这脚趾都快下来了吧？这个、大家伙子，哎呦，这换，又来一个啊，过去，哎，刘翔。这师傅不错，哎，这还行。你看这师傅手也好，嗯，你看，哎呦，师傅，你手怎么滋血了？对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原材料没处理好，知道吧？原材料没刮干净。那好嘛，这刘强还不削脚趾去是吧？这位滋血了，我这好家伙，过去了，经理没辙了，这怎么弄？叫我吧，王志坚。喂，哎，对，王志坚，洗水的来了，来。你这手指好啊，您这个。来。哎，对，给刘先生服务。哎，看你的。我刚才那几位就不聊。啊，是。那叫做的什么服务？是。我们这行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望闻问切。哦，还得来全套。过去你得跟人家先问问人家怎么弄啊。啊，对。怎么不舒服？哎，没错。对不对，刘先生？嗯，我给您做这雕塑。哎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我们这儿比较大师的一位了。哎，您看我已经是快店长了，是吧？对，在店长。咱们说咱们的这个呀，您是想来一个什么风格的？哎，什么？您别让我们瞎创作。对，您给提个要求啊，是题目的文章好做，有令的差事好当。哎，是啊，是不是？您看您这个，来一首，我给您来一个韩式的，行吗？还有韩国式的，韩式做完以后身上松快。哦，对，这还带韩式松骨的是吗？哎，韩式做完身上松骨。行，来，别废话，来吧。哎，来吧。哎，好，拿过刘翔这脚来啊。啊，我就这么一使劲，开始做雕塑。是啊。哎，嗨，哥，哎，哥，再看刘翔。您推哪儿了？这是。吃人想起来不是什么吃的，别提那番了。这模样的雕的，他舒服了，都舒服成这样了，雕舒服了。哎呀，哎，对，好，哎呀，再往左边啊，哎呦，越瞧越像。别趴那儿，那会儿有伤。我这嗨，你还伤口上了，你这瞧点地儿。忙忙碌碌两个钟头，哎呦，给他的原材料算处理成作品了。哎呦，我好点儿，处理成艺术品了。你也好了。过来，哎，给他把这个包装纸搁回去。哎，好。把这个耐克的皮穿囊，哎，耐克的皮穿囊啊，系好了。是。刘翔，我们一下地。这都谁呀？这一下地，先磕的这作品。哟呵，还磕的作品。哎，行。哎。拧吧拧吧，哎，行，不疼了，哎，松快，哎，松骨了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我说王艺术家，哎，还艺术家，人家，嗯，这个作品就算雕完了，是，雕完了，那容某把玩一番如何呀？自己抠自己脚玩啊？我
还把玩呢，这艺术品嘛，得把玩把玩嘛。这怎么把玩够得着吗？你这是他进来的时候，他那原材料不是坏了吗？啊，对，回来我们这连雕塑再修理，不是弄好了吗？啊，这还弄好了。他惦记试试这灵不灵？哦，还试试。我说行啊，您惦记怎么来啊？怎么来啊？跟我去外屋啊，还去外屋。到了大厅了，嗯，你知道我们大厅你也见过是吧？那个雕塑台啊，一个一个的，反正都是床。哎，你还雕塑台了？一个每个雕台之间呢，差着一米多远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刘翔就从这头啊啊，有那雕塑台跟那儿跑啊跑，然后雕塑台那儿嘣一蹦，嘣一蹦，哎，就试他这个原材料弄好没弄好，改发廊了，啪就跟那儿跑，哎呦，跑的真没问题呀，是吧？给刘翔跑高兴了，高兴了，一边跑一边唱歌，还唱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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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这不是在电子游戏吗？那狗钻圈吗？这不是？还是刘翔吗？这配乐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刘翔把玩作品呢？这把玩什么作品呢？哎呦，这试了两圈之后，刘翔这脚也不疼了，嘿，心里高兴了，美了。今天黄金联赛，我就又能参加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过来，过来，得好好谢谢我。那肯定的，好好捧捧我，捧捧您吧，王大师，王大师，快来坐坐坐，坐坐坐。哎，给你捧我几句是？您这会儿我们这经理也来了。哎呦呵，我们这剩下几个这个艺术家，哎，还艺术家。都围过来了，全围过来了。刘翔老师给我们训话了，哎，说什么呀？我觉得王自健王大师的这个技法呀，出神。哎，雕塑出来的这个作品美轮美奂，非常精湛。还夸呢？我认为就他的这个能耐，在这儿做雕塑太屈才了。这还屈才？这不是前阵子吗？啊，体委和足协委托我，嗯，找个人去竞选亚足联的这个一主管，竞选亚足联主管。我认为王自健堪此大任。这样人才到那儿就能选上，好啊！这个亚足联主管太好了，去吧。给我们不是，那上面不远。别不能去，不怎么别去？多好的活儿啊！亚足联主管有什么好的呀？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主管呢？你没听明白？怎么的？亚足联主管怎么个亚足联主管、啊？就是压着脚啊，捏着足啊，拄着拐的我也得管，还是捏脚的，是不是？一代天津啊，这是真的，不得不早退的暗影猫，哎，这才是我的，人家不念这个。一代天津，送王子健五只花篮，掌声起来。艾莎拉服务器，预磨到工会的喷子，嗯啊，这是慢速，什么日子？送王子健陈硕三只花篮。孙梅汤，我也喜欢你。这孙丹丹的女人，送王子健陈硕三只花篮。上海真流氓，哇，送王子健陈硕三十只。成都的二三门，不是幺门，是二三门，送王子健五只花篮。终于看见活的了，阎王们死的，我很高兴。一雪送王子健陈硕五只花篮。贴吧的图片小编送王健陈硕五只花篮，邪恶熊猫送王健陈硕十只花篮，杰森和陈硕，北京疯狂的女粉丝在哪儿呢？送王健和陈硕二十只花篮，从没到过现场的梅天礼送全体五只花篮，谢谢，听二班一年多了，谢谢你们带来的欢乐，特别谢谢爱姐，加油！什么鬼什么的？小王爷的山西粉，酸，小王爷的山西粉送全体五十花篮，谢谢。上海真流氓送全体二十只花篮，谢谢。二三妹送全体五只花篮，谢谢。魏二林，九总送全体十只花篮，还有我待会儿再念。第五脑屎送王建陈卓五十花篮，翻掌叫上，掌起来，谢谢。谢谢大伙，哎，是那么些花篮，嗯，愧不敢当，没错，心里拿着，嗯，挺踏实，还是没贵、哎。实话实说，嗯，刚才这个作品呢、啊，嗯，你有老听相声，你能听得出来，是改编的文章会，对对对，哎，有人说到后头有点没劲，嗯，这没办法，是。
片儿。对，然后头还有一段大保镖正在创作当中。哎，好，哎，都弄好了，年底封箱的时候，咱们文武双全一把，哎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。另外，您哪天让我斗一回，您量一回，行不行？好，可以。这封箱呢，这就是先说出去。那你自己干去吧，去吧。乐一乐一斗文去西号。哎呦，来别跟这儿瞎糊弄，这又来了。谢谢大伙儿。哎，是是是，无以言表。嗯，陈硕陈先生，哎，是吧？心目当中了不起的人。嗯，没好事，一夸就没好事，都知道。你看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是啊，今儿不说您了，行吗？哎呦，那太好，谢谢您。听您了，行吗？哎呦，谢谢您吧。哎，你说陈硕呀？嗯，哎啊，怎么一会儿说不提我？就不提了。哎，谢谢。说说后台的事儿。哎呀，说点吧。后台，您知道，这是。像丁志恒哦，来的时间是最长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俩姐2007年、2006年就认识，哇！而且我们俩还校友，是吧？都是北京市第十六中学那个倒霉学校。对，怎么这么说母校？是，然后丁志恒校友，他比我小挺多的，对，今年刚18嘛。哎，您算这五年前他才多大呀？是四五年前才多大？那会儿正上学呢。哎，甚至说再早点，我跟他们家里就认识。是丁志恒小孩的时候，上小学的时候，嗯，就知道有这么一孩子，哦，小学就开始练快板，是，特别不容易，哎呀，那把手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哎呦，这手没板烂呢，哎，天天跟家练，嗯，后来呢，这个一直说上初中以后吧，嗯，老丁就没再翻过事，哇，13就到现在就这模样啊，小学都是大个子了，哦，好嘛，大个子了就老说大人话，厚积薄发着，哎，这叫厚积薄发呀，都长那不长了，哎，就是说这老说大人话啊，小学的时候上思想政治课，哇，老师把小学生叫过来了，叫过来了，丁家恒，那叫原名丁家恒，嗯，丁家恒。你看你长这么大个子，都平时显得比别的同学都成熟。是，来，你给老师说说，就是思想品德政治课老师，男老师，哇，你给老师说说，说什么叫做幸福？哎，什么样的事你觉得幸福？你觉得高兴？小学生问这难点，小学问这个没人答得上来。是啊，你别人都说见识不多，人们也都这，是经常不是，个儿高说大人话。哎，对，老师，嗯，我认为啊，要是说就现在。能给我一个胸这么大、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就好了。哎，这么一大洋马，我特别幸福。这么点孩子就爱看欧美的是吗？老师一听这小学生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人话呀！可不是吗？回去，轰回去了，轰回去了，肯定得轰回去。到家以后哭着找他爸去。对，哎呦，爸，我今天让老师骂了。嗯，你怎么就让老师骂了？嗯，你是不是上课做小动作来着？嗯，没有，上课我都把手捆上。对，这多淘啊，这得。你是不是跟同学说小话聊天来着？嗯，没有，他们早就不理我了。我不学好吗？这。嗯，那你是因为上课不认真听讲？我听啊，老师问问题我都能回答上来啊。是啊。老师为什么骂你？就回答一问题，他在骂我的。嗯，老师问你什么呀？老师就问我什么样的事儿让我能感觉特幸福特好。嗯，你怎么回答的呀？嗯，我说要能给我一胸这么大、金发碧眼、大洋马，我特幸福特好。嗯，他爸当时一听不说话了，生气了，不说话，沉吟了半天。哎，孩子，嗯，不行就转学吧。什么叫转学？转学吧。爸，我错了，不转学。是啊，不是错不在你。嗯，你们老师可能是同性恋。不去不去。苏马吉五只花篮，不得不早退的暗影猫苏马吉两只花篮，还有点时间，您是听说的是唱的，选择说的，抓紧时间说一个，得坐得住啊，有事可以走啊。这你快想，再来一会儿。我呀，爱吃那馕皮儿，就凉皮儿，跟粉皮儿一样。这个北京没有，一般是外地的，天津、东北的，搁点芝麻酱、芥末，挺香。我听说我们家那北土城啊，新开一个姚记凉皮店。凉皮店呢，这掌柜的老板是个女的，人家呢可能是离过婚的，就一个女伙计，两个人说好吃的得排队。啊，你听，离过婚的带一女伙计，我一看呢，
这个老板长得很好看，腰行，我就过去没排队，我说您给我一碗凉皮吃啊。这个老板是天津人，哟，我说怎么您在广播科主持，您的姓马叫马什么来着？我说我叫马奇。哎呀，你放过就好听了。我说我的这骑马多好啊。我说你这翻个，我说您这姚，我说您是姚姐儿。咱们说话这姚姐儿，我得多搁点佐料，还上后边又多搁点芝麻酱，我就吃，一吃还真好。我嚼着嚼着，我说您这都嚼动吗？凉皮怎么嚼不动啊？但是有一块嚼不动，我说我这有点像凉皮，这么长，头一圆的。我说您这安全套啊，这真的。我这卫生局，他说这话把我逗乐了。你吃您的干净的，那是没用过的。下去，别见。哎呦喂，慢走！谢谢光临，慢走！谢谢光临，慢走！欢迎您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！这样的，到了吗？小弟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都是你的客户的，你们大嫂就是这名做这个，我也是。你坐人家握手，那就坐实了吧。